党卫这次合作跟第一次感受有什么不一样？腻了啊？没有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马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开玩笑的，帮我剪掉。剪成预告，谢谢。我觉得马老师唱歌的时候非常有气质。不唱歌的时候呢？就是渐渐的。你看他说什么吗？渐渐的打开了自己。哦，渐渐的打开了自己啊，耶！你们两个都是有点内向，但是你们俩不是纯内向，你们熟了以后真的闷骚嘛。原来上学的时候喜欢去图书馆，有一个男生喜欢你。又有人喜欢你，全世界男生都喜欢戚薇。哎，你会不会有点自恋症啊，同学？你会不会只要你点我，我点你怎么了？还不能点呢？点我，我会觉得我喜欢你。天哪！我单方面关注了戚薇，没关注你吗？我害怕我们互动太多，我怕你就是喜欢上你，神经病啊！你天天你坐久了哈，穿短裙，你的肉和你的凳子摩擦的时候，就会出现一个气体的声音。啊，要命了！那为了证明不是我，是因为移动才有这个声音的，所以我就开始疯狂移动，我就开始。然后图书馆管理员来了，说不许在这里 B-box。啊，你姐抓着屁。别怕，我在这个台上不知道唱破多少次，我告诉你，来。你只是在这个台上唱破吗？是的，其他台真的还没怎么破。没有啊，你演唱会也有唱破啊。我不防了，你不防了。小小年纪揭我老底。我又想演婴儿啊，没有人找我演婴儿。你可以演巨婴吗？巨婴。我从出道至今都没有人说过我是帅哥，70年代、80年代的男神里头，我连10名的都进不去。很好了，你是前10名，我是前100呀。你就别参加这个话题了吧，邓初伟。现在让你演一个古装戏，你有看过《甜蜜蜜》吗？甜蜜蜜是古装戏吗？甜蜜蜜还不古装戏啊？多少年前啊？哎，你有病吧？你的 anybody home？ 老太太。太棒了，你别说还有那么点油腻的感觉。好，又有个密码锁。背对背睡觉什么人？我们背对背睡觉。俊杰人没有 K。 陌路人没有 M。 老熟人没有 L。 两个人没有 L。 嫌疑人没有疑，嫌弃人没有气，北京人没有 P。这帮脑子呀！我们那儿有一个天然的厕所，搭两个彩电的地方就 OK 了，把脸挡了就行了。你看厕所，我现在就要用。综艺使人很震撼的一幕哈。其实可以，你看我们站着尿就这样子。你尿呗。我背过去了。有点夸张了。背过去了。哇，创造历史了。你不会是紧张吧？有点紧张，说实话。啊，我也想上厕所。算了，我等会儿吧。我只能说大家还是没放开自我。他不会夹你吗？哇，我全湿了，我也全湿了。烤鞋子，你们烤鞋子。袜子也烤了呗。烧糊了怎么办？大哥，我还……哇，好臭好臭！我真服了。不是，里面还烤着香蕉呢。快拿出来，快拿出来。啊！哎，哥，你鞋子也不要了？给扔进去烤了直接。啊！上面烤袜子，下面烤螃蟹。